三二一，好运干，来飞虎卧鼠，抱虎干就是赞。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的新北市哦，跟侯友宜市长一起来推销我们云林的茂虎柑。那云林呢，气候非常的好，土壤也非常的丰沃，所以我们农民也非常用心，所栽种出来的茂虎柑可以说是非常棒的，品质非常的优良。那外观呢，非常的鲜红亮丽。那同时呢，吃起来更加的甘甜，而且呢，是一个美容养颜的好圣品。那同时呢，在过年将到哦，那大家在送礼哈的这个同时呢，欢迎大家选购云林的茂虎柑。那云林的茂虎柑可以带来大吉大利，今年又是鼠年，所以好运甘来，非你莫属。茶包放进去哦。那我们如果要水果啊，这个香味甜味多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多放更多的这些新鲜的我们的水果哈，果肉，我们的这个茂虎柑的果肉在里面，那就是非常非常纯真，而且非常纯又香又浓的我们的茂虎柑茶。去吃好啊！我的故乡的人出山，全台湾上好吃的茂虎柑，云林县就是茂虎柑上好吃，皮薄多汁又甜，啊，搁看咧红滚滚，过年到摆伫咱厝内大吉大利，所以足侪人爱来买茂虎柑。尤其我们新北市的云林同乡想念故乡的茂虎柑，伊就讲啊，咱过年前来甲咱云林的茂虎柑来是北市，互咱思念咱故乡的茂虎柑的云林人，特别搁倒去故乡买，而且着买着，刷咧，甲咱云林上好只农产品介绍，互咱北部，互咱新北市的市民熟悉。牛肉啊，嘿，真重，而且这么甜，这是牛肉汤，这是特大呀，特大，云